男管不管比较研究一，相对于男管音乐古朴典雅的诗书言本音色，在清朝嘉庆年间随著先民传入台湾的不管，泛指以北方官话演唱的各种声腔的戏曲音乐。6064682，北管与南管都是在台湾曾经流行一时的传统音乐。北管顾名思义，就是要用中国北方音乐戏剧元素与官话，就是国语，与使用南方音乐戏剧元素，就是台语的南管刚好相反。黄俊雄报代戏虽然说的是台语，但云州大儒侠的云州是中国的燕云一绿洲，苦海女神龙是塔达国公主，塔达是蒙古，女巫君是交趾国公主，交趾是广西与南交界。